过超酷的一天。等我拿一下皮夹。等等，可能在这个口袋。没有，还来要零钱吗？你要多少？要多少钱？15块。15块？没有。我再找找看好了。哦，算了。你说什么？去后面坐好。谢谢司机先生。好，不客气。秀一下你今天的战利品吧。好啊，这是我的手套灯。哇哦！我是鬼。我为我的手套公仔买了手套哦。酷！哎，海绵宝宝。什么事啊？离开比奇堡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刚才经过的路标，那上面写着你要离开比奇堡了。哇哦！什么？怎么了，海绵宝宝？派大星，我们好像搭错车。可是大哥，我们需要回到比奇堡去呀、啊！管你的！这是什么地方，海绵宝宝？噗噗堡，这里感觉蛮诡异的，有点不一样，就连土壤都不太一样。皮特，放下我好吗？啊！海绵宝宝，我不喜欢这里，这里好黑，好可怕哟、哦。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想回家。你看，我连男生厕所、女生厕所都分不清楚了。这个简单了，派大星，你就等到有人出来之后就知道了。再等另外一个看看吧。我还是分不出来啊，我要回家。好了，你在这里等公车，车来了就叫我，我去拿公车时刻表。